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46页46页我们今天从46页最下面一句看起。阿难薄佛言：世尊，此菩萨摩诃萨名智何等，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从这一段看起。今天这个讲座也是早上临时定的。悟道昨天刚从上海回到台北。今天是悟道的俗家我的三舅父往生头七，往生头七。在上海我就接到这个信息。今天下午那么我叔家的表姐、表弟、表妹这些家属都到双溪做头七在双溪做系念法会回向。所以我上午也上山去上个香。晚上就今天临时定这个讲座那么也请我们同修我们大家经我们讲完回向就回向给潘应义那么俗家的三舅父从前我小时候对我们也很照顾今年也是95岁高龄往生的往生前他还录音也交代他的儿女要找我们找我跟我弟弟所以今天这个讲座就特别为我叔家的三舅来回向。那么这一段经文前面这个佛讲了这个陀罗尼的名称讲完之后这个阿难就请问佛世尊这个佛世尊都是十种通号之一世尊就是世出世间最尊贵佛是世出世间最尊贵的这是讲我们的自性所以我们这个下个月也就忆佛节了我们传统民历4月8号忆佛节这个忆佛节呢
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我们一般人啊，看到这个好像我这个很自大啊，天上天下呢只有他最尊贵啊，其他人都比不上他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句话如果没有解释说明啊，也很容易造成误会。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是指啊，这个我是指谁呢？啊，不是只有指释迦牟尼佛啊，而是指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那么在中风三十系列啊，中风国师也开始这个佛性啊，又叫做法性啊，又叫如来藏啊。那么这个名称很多啊，那他都指的都是自己的自性。那么我们这个自性啊，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啊。啊，每一个人都有啊，本来就具足啊，啊，是我们当人的自信啊，这个才是真我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我啊，都认为啊，这个身体就是我，这个身体不是我啊，身体是我所啊，好像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那衣服不是我，是我所啊，我所有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跟衣服一样，是我所。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真我啊，这个身体是假我啊，这个相啊有生灭的啊，幻象啊！你看呐、啊，人一死了啊，那这个腐烂了啊，剩骨头了，时间久了变灰了啊。现在用火葬烧一烧啊，那一下子就变成骨灰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生不是真的啊，它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有生灭的。但是我们身体里面啊，有一个真的啊，那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远啊。这个六根当中的根性啊，就是我们的自性，是真正的自我啊，那个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那个是最尊贵的啊。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我是指这个意思啊。那不是说哎呀这个自己很自大啊，那这个完全会误会啊。因此啊，这句话呢啊，这个要常常说明啊，啊，避免啊误解啊。所以这里讲啊，阿兰伯佛言啊，这个阿兰伯就是下对上啊，学生对老师讲话叫伯，敬伯。那么上对下，长辈对晚辈叫告啊，啊，告诉你。那么对佛啊来讲啊，那么称世尊啊，世出世间最尊贵的佛陀。此菩萨摩诃萨名字何等啊？啊，这个此菩萨呢？啊，佛上面呢、啊？啊，这个讲完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啊，这个地方啊，阿兰又在请问释迦牟尼佛了啊。那么这尊菩萨呢，摩诃萨啊，这个菩萨加个摩诃萨
就菩萨中的大菩萨。啊，一般我们讲菩萨啊，修六度万恨啊是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我们一般讲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呢，他断见思惑，破尘沙惑，那无明惑还没破，啊，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么这个是全教菩萨。那么还有初发心菩萨，啊，比如说有同修去受菩萨戒了，啊，那你也是菩萨，啊，这是初发心的菩萨。那么此地菩萨再加个摩诃萨，那就不是指前教菩萨，也不是指初发心菩萨了。啊，这个摩诃是大的意思，啊，反正中文是大。这个大呢，不是大小相对那个大，啊，这个大呢就是无量无边了。那么无量无边呢，啊，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已经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菩萨，他破了无明了，不是前教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所示现的是等觉菩萨，那等觉啊就接近成佛了，在上去妙觉成佛了，那世间菩萨的身份。那么这个阿难，请问佛世尊啊，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名字何等呢，啊？他怎么来称呼他呢？啊，这个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啊，啊，因为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善能宣说，善就是善巧方便。啊，能够啊来宣说啊这个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也是印度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这万事万法都包含在里面，所以翻译为总持。那这个一切万法呢，他都得到了，啊，总持了，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了，啊，一样都没有遗漏的，啊，就称为陀罗尼了，啊，没有一法遗漏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指的是观世音菩萨啊，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下面呢，啊，佛讲这个菩萨的几个名称。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一名蓝所，一名千光眼。”那么佛举出了这三个名称。啊，这三个名称，啊，第一个观世音，啊，观世音菩萨这个最普遍的，啊，在佛门讲到观世音菩萨，啊，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佛门以外的不是信佛的，啊，他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这个道教，啊，我们去台湾大陆有很多道教的庙，哎，他也供观音菩萨，啊，像我到上海城隍庙去， 啊我每次都去上上香，那上海城隍庙他也有供观音菩萨啊，那这个不是佛教的啊，他也知道有观音菩萨，而且观音菩萨这个形象啊，已经深入在中国人心中了。
不管是不是佛教徒啊，或者是道教徒，或者是学儒的，那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啊，甚至啊，其他宗教的，没有信仰宗教的，那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那不但中国人啊，外国人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气是最大的啊，普遍啊，大家都知道啊，观世音啊，这个观世音这个名号啊，啊，这个名字啊，就很普遍了，大家都知道啊，特别是这个《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啊流通最广啊，很多人呐、啊、把它当作每一天的功课在读诵啊，读诵的人也很多，也很普遍啊，这一品经啊印的也很多。啊、那么普文品啊，大家普遍知道啊，包括日本啊，日本啊这个有印普文品啊，所以我到日本东京浅草观音寺啊，他们也有印这个普文品啊出来给人家描啊啊，我也曾经有一次啊啊去请了一本啊回去描啊，那那个经文描好了，那还要送回去寺院啊，那个寺院啊要弄一个塔啊给你供在里面啊，那日本人啊那很尊重的啊，供在里面啊，是讲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号知道人是最多也最普遍的。那么下面这个自在啊，就是观世音自在啊，那么观自在哦，可能知道的人就比观世音要少一点了啊，那么观自在，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常常读心经啊，那么每一次都会读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要读这个心经啊，啊，那知道观自在啊，那么不是学佛的人呢、啊、可能他知道观世音，他不知道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啊，这个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到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自在菩萨啊，所以这章经文叫观自在章，观自在。那么观音三经里面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知道的人最多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有听过华严经的人知道啊，那没有听过华严经的人可能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那么另外一章经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那这一章经啊，读过楞严的知道，听过楞严的人知道，那没有听过没有读过那也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啊，因为这个两章经文啊，观自在章啊，耳根圆通章，这两章流通的量啊，远远不如普门品啊，普门品啊，那名副其实的普门品啊，普就很普遍嘛、啊、很多人读诵受持。所以这个观音三经啊，这个三经啊
那么这个第一步是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第二步呢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讲修音啊。观音菩萨呢，他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啊？就是因为他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这是他的修因。那么他正果啊，成佛了，度众生、利益众生，就是普门品啊，在果地上啊，利益众生的啊，观察世间啊众生苦难的因生、求救的因生，那么观音菩萨呢，帮助众生啊解脱一切苦厄苦难啊，这是利他啊。因此观自在啊是对自己修行啊，观世音啊啊对利他啊，自己修行成就了，自己得自在了，那么才能帮助众生得自在啊。在这个观世音啊，观自在啊，这个在观音三经啊里面啊啊都有详细的经文。下面一名蓝锁，一名青光眼啊，这两个名称啊就一般比较少听到了啊。这个蓝锁青光眼属于密教啊，因为咒属于密，所以本经它主要是讲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讲大悲咒的啊，所以本经啊它也是属于密部的密教部的啊，属于密宗的啊密教。所以这个蓝锁青光眼啊的密教这个名字啊，这个我们写显教的佛弟子啊就比较少听说了啊。那么邪密的弟子啊，他们就知道啊。本经讲咒语啊，那么也有显教啊，也有说明啊，但是以咒为主啊，以咒为主啊。这个显说啊也是在说明这个咒的啊，是以这个咒为主啊。这是蓝锁青光眼啊，这个千锁千眼啊。那这段经文啊，就是佛回答阿难尊者问这尊菩萨摩诃萨他是什么名字，那佛讲出了啊，密教的显教的名字都讲出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号正法名如来啊。这一段啊，佛接着啊告诉阿难尊者啊，这尊菩萨摩诃萨的名字啊之后，那佛还是讲观世音菩萨啊，因为讲观世音菩萨呢，大家比较熟悉啦 啊比较熟悉啊。如果现在你讲个蓝锁啊，大家都猜了半天，蓝锁是哪一个菩萨啊？啊，可能要去查字典了啊。啊，讲千光眼啊，那可能还有人听说，哎呀，也不是很普遍啊，还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了，很多人他没听说过。但一讲观世音，大概都耳熟能详了，常常听到。啊，不信佛的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
这个有一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啊，就是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呢，那是比起其他佛菩萨的名号啊，这个名气要大。啊，有一些人呐、啊，他知道阿弥陀佛啊，但是他有的真的不知道啊，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啊。啊，除了读经啊，啊，读经，比如说我们读《弥陀经》，后面都会讲到释迦牟尼佛啊，那就是在那读《弥陀经》啊，就知道。没有读这个经的呢，阿弥陀佛他听说过了啊。像我们出家人啊，在街上走啊，那些不信佛的人啊，看到出现阿弥陀佛啊，他不会说释迦牟尼佛。哦，所以这一句是最普遍的，所以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啊，特别的出名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呢，社会上讲啊。啊，知名度最高的啊，这个知名度高，所以佛在此地啊，他也采用观世音嘛啊，所以上面讲啊，观世音观自在，蓝锁千光眼。那接着呢，还是以第一个啊，观世音菩萨啊，以这个名号啊，大家比较知道。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这个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我们的思维想象啊去思想啊，你也想不到啊。议呢是议论啊，我们用言理啊啊去讲也讲不出来。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威神之力啊，是不可思不可议啊，无法用我们凡夫啊这个思维想象议论能达到的，这个是达不到的啊。这个是向上一着了啊，明心见性了，那个层次了。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这四个字啊。那么我们看看整个世界啊，的确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威神之力啊，他的威德，他的神通，他的道力啊，都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啊，也是人人本具的本能啊，每个都有啊，人人本具，各个不无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每个人心中都有观音菩萨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啊，都不离我们自心呐、啊。在三十七念啊，中风国师开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所以我们读到经文的观世音菩萨呢，啊，不能只有想到啊外面的观音菩萨啊，那佛要告诉我们的呢，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了，你自己也是观音菩萨啦。啊，观音菩萨有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啊。那只是观音菩萨啊，他成就了，他的本能恢复了。啊，这本能大家都有。啊，这个《华严经》佛一成道就讲，啊，奇哉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跟如来智慧德相没有两样啊。都一样的，平等的啊！但是呢，下面一句了：“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那我们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现在怎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有妄想，有执着，就障碍了。修行没有别的，啊，弃掉我们的妄想执着，我们本能全部恢复，不用学的，你本来就具足的嘛。无量的智慧德能本来就具足，啊，以诸佛如来平等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认识啊。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那早就成佛了。啊，那么佛号啊，正法明如来。所以这个经啊，给我们说明了。那观世音菩萨，他现在呢是示现呐、啊、菩萨的身份。那其实他早就成佛了，道驾慈航啊，那示现菩萨的身份。那么成了佛，为什么又道驾慈航示现菩萨身份啊？没有别的，就是。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啊，这是大悲愿力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啊，道驾慈航了。悲能拔苦，慈能以乐，啊，那么大悲啊，这个就是拔苦啊，众生的苦难啊，给他拔除啊，那苦没有就乐了嘛，啊，所以这个重点在拔苦以乐。啊，这是菩萨他的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也是给一切菩萨呢做一个榜样了。啊，做一个示现了，啊，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不是只有一个人呐、啊，很多很多啊，无量无边呐、啊，啊，你发这个愿，那你就观音菩萨嘛，啊，一切法不离自心，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想什么，你就成什么。啊，你心想做菩萨，那你就是菩萨嘛。你心想做佛，就是佛啊。你心想做罗汉，就是罗汉。啊，那个以前有流通一个十法界图，啊，当中画一个圆圈，画一个心，啊，然后分出十法界，那告诉我们从法。佛法界到第一法界，那都不离开自己这个心呢、啊，啊，都是自己心制造出来的、啊，自己心变现的啊，啊，你心想什么，它就现什么。啊，我们《放小门山》第一句就是《华严经》的一首偈啊，应观若人意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啊，都是心造的，所以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帮助一切菩萨呢，啊，这个提升呢、啊，这个示范，这个榜样，那、啊、好像呢，示现菩萨呢，他带头啊，带头，
安乐纯属诸众生故，啊，那么让众生得到安乐，啊，成熟众生的善根，帮助众生啊成佛，啊，这个安乐慈能以乐，我们众生灾难很多，苦厄很多，所以菩萨呢，他发这个愿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啊，也都没有灾难，大家也都没苦了，那菩萨就不用发这个愿了。菩萨发了这个愿，都是讲我们世间现前的现状。我们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生活上苦不苦，灾难多不多啊，心安不安呢？我们有没有安乐呢？没有啊，哪一个人安乐啊？没有钱不安乐，有钱的安乐吗？有钱的也不安乐啊。无量寿经讲的啊，有无同忧啊，有钱的忧愁，没钱的忧愁啊，冤家债主，魂飘劫躲，消散磨灭，财为五家共有，有钱的烦恼，没钱的烦恼，通通烦恼啊，灾难多，恐怖。所以在《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啊，讲到这个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啊，他帮助众生啊离这些苦，这些苦难很多啊。那么这个讲的跟普门品跟耳根莲通章啊，就是大致相同啊，大致相同啊。这个寄诵啊，我简单的念一念啊。这是华严经啊，观自在章的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书里面的。三业归向，即以离不因而得解脱，即以离不果。啊，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啊，皈依、回向啊，观音菩萨，向观音菩萨。啊，我们就远离啊，不畏而得解脱，得到这个离不的果报。那第一首偈啊，或遭牢狱所禁系，扭戒求子欲怨家，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诸苦皆消灭。啊，这个跟我们这边啊，这个经啊，你看啊，称名啊，那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应恭敬，莫心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特别我们修净土的啊，有很多人啊，他喜欢念观音菩萨，那现在又要修净土，那很多人啊在疑惑，那我念观音菩萨能往生西方吗？啊，他很多怀疑。那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证明啊，你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临终也不会接你到其他地方啦，还是接你到阿弥陀佛那里啦，放心啦。啊，所以你专念观音，那你就专念观音；那你专念弥陀，你就专念弥陀啊。
啊，我们修净土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甚至你念药师佛啊，药师如来啊，临命中药师如来还是派大八大菩萨接你先去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阿弥陀跟十方诸佛都讲好了啦啊啊，不要怕啊。啊，你有这个愿，你念哪一尊佛菩萨都能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心量无量无边的啊，那一切诸佛都称赞的，都劝导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用凡夫的心去测量佛菩萨的心，那、啊、那是有罪的啊。那佛菩萨不会像凡夫啊，嫉妒障碍啊。啊，只要能帮助众生赶快成佛啊，那你来尊佛做的，诸佛都拥护你啊。那不是凡夫啊，那是佛菩萨了。啊，这段经文特别对我们修净土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啊，这个依据啊，所以有人。在净土圣贤路念大悲咒往生也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啊，这个净土圣贤路都有啊，有记载啊。那么这里讲这个称名就得无量苦，就灭无量罪啊，在现世啊可以离一切苦难灾厄，命中啊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所以劝人啊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劝念佛人啊，兼念观音菩萨啊，这个都是经典啊，里面佛给我们劝导的。何况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那么这个寄诵第一段就是劳役啊啊，这个在普门品讲啊，你有罪或者无罪被冤枉的啊，那这个。被抓起来了，啊啊！自心忏悔，念观音菩萨，你就会得到解脱。啊，或者遇到冤家对头啊，这些苦难啊都会消灭。祸患行名将就路，利剑毒剑害其身，称名应念得加持，功死锋刃无伤害。啊，这个也是犯罪的，判死刑了、啊。啊，那个判死刑啊，这个利剑、毒剑害其身啊，那个这个刀剑呐、啊，加害他身上了。啊，这个判死刑啊，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执行死刑啊，这个就很恐怖的事情了。啊，那这个人如果能忏悔，能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他会得到解脱。啊，所以在观音感应录啊，在民国初年啊，啊，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犯罪，被那个县长判死刑。啊，那么要执行死刑之前呢、啊，啊，有一个法师去监狱弘法啊，讲到观音菩萨普门品呐、啊，啊，那个年轻人呐、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么他也很恐惧啊！啊，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啊，拼命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要执行死刑那一天呢、啊，啊，要开始执行了、啊，啊，那年轻人就作画了，那就作画了，那就，所以那个县长啊，看到也非常感动，啊，就跟他上香了啊，啊，在这个。至诚恳切的念观音菩萨，一定能得到解脱。啊，这个刀剑啊，对他就没有伤害啊。那像以前在战争的时候，有的人被抓去枪毙的，一排的人啊，在观音菩萨感应录也有啊。啊，他的旁边的人啊，被枪打，旁边都通通被打死的，但是他就他没被打死。或有两净意王冠，赠送一切诸财宝，
彼能至诚称念我，或以圣礼记名闻。这打官司啊，诉讼啊，有的官司一缠十几年啊。那么如果能够至诚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那这个你这个官司啊能够解决的啊，而且能够胜诉的啊，能够化解的。或以内外诸眷属啊及诸朋友共为愿，若能至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这个内外诸亲属啊，家亲眷属啊，是冤家债主啊。我们一般讲啊，冤亲债主啦，啊，讨债还债，还债报恩报怨的啊，特别是报怨的，这是共为怨，就是报怨的啊。这个现在很多啊，啊，这个生的儿女啊，来讨债的啊，来报怨的，那会给父母啊找麻烦了啊。若能至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至诚称念观音菩萨的，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就不能伤害你了。或在森林险难处，怨贼猛兽易伤残，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息无能害。啊，在古时候啊，出外交通不是很方便啊，所以经过这个深山森林啊，危险有灾难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有土匪或者冤家、盗贼来抢劫啊，还有猛兽、毒蛇猛兽会伤害。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息无能害。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些怨贼猛兽啊，他那个心就变得很慈悲了啊，他不会伤害你了啊，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这毒蛇猛兽也不会害你了啊，他就走开了，不会害你了。或有怨家怀愤毒推落险峻大高山，若能自心称我名，安处虚空无损害。啊，这个怨家呢，要害你啊，那么给你从那个高山呐、啊，险峻的高山呐、啊，给你推下来啊，那这个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安处虚空无损害。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啊现前呐、啊、也有啊，那特别是旅行啊，啊这个现代的人啊都坐飞机，啊都飞机都在空中啊，啊空中飞也很危险呐 啊，所以你这个出行啊，坐车也好，坐船也好，坐飞机也好，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保平安了。或有怨家怀愤毒推落深流及火坑，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水火无能害。啊，那这个是怨家债主啊，要陷害啊，推入这个海里面啊，水里面啊，或者推落火坑啊，这个冤家啦啊，要这个陷害啊。如果能够自心称念呐、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切水火无能害，水灾火灾都不能伤害你。若有众生遭恶难呐、啊，种种苦际逼其身，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解脱无忧怖。啊，这个恶难是种种的恶难，种种的苦啊，那这个苦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只有苦没有快乐的
啊，那这个苦从三苦八苦发展出来就无量无边的苦啊，说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苦，那佛给我们讲啊，没有，都苦啊。妙法莲华经佛讲的很明白，三界通苦，只要你还在三界，没有一个不苦的啊，起码你要证阿罗汉，脱离三界六道啊，那才有起码的安乐。在六道啊，以佛的标准来看，没有快乐，只有苦。或为他人所欺谤，常思过失以相仇，若能自心称我名，如是愿显之修行。啊，这个被别人所欺负毁谤，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也特别多啊，那常常啊要找你的过失啊来给你宣传啊。现在呢，我们台湾这个特别选举快到了啊，那这类事情都特别多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现在的新闻的名词啊叫爆料啊，叫爆料，给你爆出来啊，让你难看啊。这个那这个也很麻烦呐。啊，那这个人啊，为了他的利害啦，他欺负你啦，诽谤你啦，他常常找你的过失啊，找你的把柄啊，他来报复。若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那么这些怨嫌啊，他自然他就停息下来了。啊，所以我们遇到人家欺负毁谤啊，也不要跟他骂来骂去的啊，就念观音菩萨就好了。啊，由观音菩萨来处理是最圆满的啦。或遭鬼魅诸毒害，身心狂乱无所知，若能自心称我名，彼皆消灭无诸患。啊，这个鬼魅啊，现在也很多，中国外国都有。这个附体的啊，这个事情很多。那附体的有善鬼，有恶鬼。如果善鬼附体，那是还可以啊。如果那个凶神恶鬼附体，那就很麻烦了。那么你整个神经就错乱了，身心狂乱。无所知的，自己也不知道啊。啊，自己啊，这个鬼魅入心啊，被这个鬼魅啊缠身啊，被他所毒害了。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彼皆消灭无诸恶。啊，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这些消灭这些灾患就消失了。或被毒龙诸鬼众，一切恐怖夺其心，若能自称称我名，乃至梦中皆不见，皆不现啊。这个字也念现啊。这个毒龙啊，鬼众啊，那这个是恐怖夺其心啊，这个身心呐、啊，无比的恐怖。啊，怎么办呢？啊，这个去找医生也没有用。啊，如果能自称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乃至梦中皆不现啊，在梦中啊，也不会做噩梦了。啊，不会做这些恐怖的噩梦。若有诸根所残缺啊，愿得端严向好身，若能自称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在《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啊，的确有人呐、啊，那个两只脚是残废的，就趴在地上爬的啊，他站不起来的啊，他到处人家瞧不起啊。后来有人劝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他就很自诚的念。
后来呢，一个不能爬起来的竟然他脚好了，可以站起来了。后来还出家了做一个高僧了得到端严相好身了所以这个能够自成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一切所愿皆圆满这六根残缺的。若有愿以父母所承顺颜色自无为欢乐富乐保安宁珍宝福藏恒无尽内外宗族常和合一切怨气不来侵若能自成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父母啦家属啦这个希望这个生活得到荣华富贵永远保持安宁这个珍宝福藏恒无尽要受用的这些宝物这个都取之不尽而且内外宗族常和和一切怨气不来侵这些冤家债主不会来侵犯如果这个愿望若能自成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自成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这些愿望都能圆满这些愿望都属于人天福报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圆满。若人愿此命终后，不受三途八难身，恒处人天善趣中，常行清净菩提道。有愿舍身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普于十方佛刹中，常为清净胜刹堕。普见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若能自成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若有人愿力命中之后不要堕三恶道了这堕三恶道很恐怖的这个地狱一堕五千劫，那这个太恐怖了或者呢，升到八难处那。不愿意受这个三途八难身那么希望常在人天善趣中就是没有脱离六道但是希望不堕三恶道不堕八难处常闻佛法所以常行清净菩提道常闻佛法有愿死生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那么有人愿意往生净土那我们修净宗的同几乎大家都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观音菩萨也满了我们的愿那会接应我们往生西方净土那么往生西方净土呢就能够普遍于十方佛刹当中常为清净胜刹堕这是这个我们常常念清净大海众菩萨升到极乐世界你可以游历十方一切诸佛世界所以普见于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这个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都可以读到这些经文只要自成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些愿都能满你要往生净土满你的愿你要得人天福报不堕三恶道也满你的愿或在为二多忧怖日月六时称我名我时现住彼人前未作罪甚归于处或者呢是处在呢危险灾厄很多忧虑恐怖这个环境日月六时称我名这个就是日月不间断的一直念南无观音菩萨日月不间断所以这个日月称名那么菩萨呢我就是指观音菩萨他就
献诸比人前，就在这个人面前啊，作为啊这个人最殊胜的皈依处了。彼当生我净佛刹，以我同修菩萨行。啊，这个真念观音菩萨呢，那这个人必应当啊，必定啊往生我的净佛刹。那观音菩萨净佛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以我同修菩萨行，那跟我一样啊，一起来修菩萨行，啊，来救度众生。以我大悲观自在，令其一切皆成就。或清净心先供养，或现宝盖，或烧香。或以妙法善我身，当生我刹为应供。啊，那是想供养菩萨，用这个妙花啊，或者献这个宝盖，或者烧香啊，这个以清净心来供养观音菩萨啊，我们上一炷香啊，或者上一瓣花啊，或者是这个啊，献个宝盖啊。啊，这个散花呢，在印度的习俗很多啊，像现在斯里兰卡呢，那佛像啊，都散花啊，那很多花都散在整地上都是，啊，散在佛菩萨身上，啊，那当生我刹为应供了啊，我刹就是极乐世界，或生浊劫无慈悯，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百千戏服恒无断，彼为一切所逼迫，赞叹称扬念我名，以我大悲观自在，令诸惑业皆消灭。那么或者呢，生在五浊恶世啊，这个无慈悯，我们现在就是生在五浊恶世。弥陀经讲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五种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啊，众生啊没有慈悲怜悯心的 啊都是自私自利啊。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这个烦恼增长，这烦恼浊啊，浊就是烦恼不断增长，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一直增长。啊，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啊，啊，种种的重苦啊，非常的坚固，啊，非常的牢固，啊，这个苦啊。很不容易拔除，百千戏服恒无断，戏是被好像被绑住了，得不到解脱，很痛苦。彼为一切所逼迫啊，那么被这些重苦啊所逼迫身心，赞叹称扬念我名啊，那么对观音菩萨的赞叹。赞叹观音菩萨，称扬啊，观音菩萨名号的功德啊，劝人念观音，那当然自己要念啊，才能劝人啊，自己不念啊，劝别人念啊，啊，别人他也不相信啊，总是要从自己做起啊，自己称扬啊，念观音菩萨有感应，你给别人讲才有说服力啊。啊，如果能这样修啊，以我大悲观自在啊，令诸惑业皆消灭啊，我们这个见思惑啊也得到消灭了啊，见思惑消灭，我们就证阿罗汉了。或有众生临命中啊，死相现前诸恶事，见彼种种事相已，令心防怖无所依，
若能自成称我名，彼诸二相皆消灭，以我大悲观自在，令生天人圣道中。啊，这个或有众生临命中啊，啊，这个临命中啊，都快死的时候啊，这个死相现前啊，诸恶色。啊，这个就是死的相啊，很难看，啊，很不好看。啊，那么这个临命中啊，这个也很多种了啊，有一些是意外的啊，那有一些是得重病的。他重病啊，那得重病啊，死的也有一些恶病啊，死的都很难看的啊，那个相啊不好看。那么见彼种种色相啊，见到这种色相啊，令心惶怖无所依啊，无所依靠了啊，心呐、啊、非常惶恐啊。若能自称称我名啊，彼诸恶相皆消灭啊！如果自称称念观音菩萨呢，这些恶相啊都消灭了。那为什么有恶相呢？造恶业啊！啊，造恶业才有那个恶相啊！啊，如果造善业就善相了。啊，所以临命中恶相现前，就是过去今生造的恶业业障现前，所以现出那个恶相。现出恶相啊，我们念佛同修，大家去常常去助念，都有经验啊。有的人他死的时候很难看，他帮他念佛，念佛念了8个小时以后，脸色慢慢转好了啊。这个我们有经验啊。有的真的死的那个相、哦、很恐怖啊，很难看，就给他助念那个8个小时、12个小时，甚至助念24小时，那整个相啊，跟刚刚往生那个时候都完全不一样了、啊。佛力加持啊，啊，那个恶相啊就消灭掉了，啊，那恶相消灭，也就是表示这个恶业消灭了，啊，所以由我大悲观自在啊，令生天人善道中啊，啊，这个以上啊，啊，这个记诵啊，大家啊、有个概念啊，常常啊。你记住一句两句啊，就也很有受用了。那么下面呢啊，有几行这个长行文啊，啊，我也念一念啊。这个前15部各为一句啊，那么前面讲15种恐怖的啊，那只有各一所记啊，初一诵离系湖部，二诵离沙海部啊。那么第一个诵啊，这个记诵啊，就4句一所记啊，就远离这个被系湖的恐怖了啊，我们就得到解脱。第二个记诵离沙海部啊，有人要冤家债主要杀害我们。啊，那远离这个杀害的恐怖。第三呢，离王官部，啊，这个官府，啊，要来判罪，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啊，这个可以远离这个恐怖，啊，可以得到化解。第四呢，离爱别离部，啊，这个亲爱的人啊，生离死别，那很恐怖的、啊。啊，生离死别啊，爱别离苦啊。那么也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才能远离这个爱别离苦。那为什么爱别离苦呢？因为有爱嘛。啊，42章经讲啊，人由爱生忧，由忧生怖。若离爱，何忧何怖？啊，所以从爱欲起来的。那么你常念观音菩萨呢，就离爱别离怖了，你这恐怖就没有了。五，离黑暗怖啊，为森林碎骨避阳要骨啊，那个黑暗的地方、危险的地方、盗贼出没的地方、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
你要经过那个地方，那很恐怖啊，啊，时时有生命危险啊。啊，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能平安度过。六离险道险隘险境及险道故，那个险道危险的道路，啊，陆海空都有险道啊，所以啊，出外旅行或者办事啊，公事私事啊，都要念观世音菩萨啊，可以保一路平安。七呢，离怨憎会怖啊，怨亲债主，互相报复啊，这个可以远离，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远离。八，离逼迫身啊，这个逼迫身心的这个苦难啊，这个苦是逼迫，苦是逼迫的意思。那么我们身心受到逼迫、痛苦、灾难啊，念观音菩萨可以远离。九离恶名啊，就是人家毁谤啊，人家给你欺负、毁谤啊，他给你这个找麻烦啊啊，或者呢找你的过失给你宣扬出来，他这个给你宣扬。啊，给你登报纸、登杂志，然后把你这个丑事啊宣扬出来。啊，这个念南无观音菩萨可以远离。十离迷惑啊，这个迷惑颠倒啊。十一的离逼迫心啊，这个逼迫心里的痛苦。啊，那么心的苦往往超过身的苦，这个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啊，十二呢，离病怖啊，生病很恐怖啊。啊，这个三国时代啊，张飞很勇猛啊，啊，他说他天不怕地不怕。他什么都不怕啊！后来孔明啊，在手掌心写一个字给他看，说这个字你怕不怕？啊，张飞看着说：“哇，这个字太恐怖了！”啊，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字就是病，你怕不怕？你说天不怕地不怕，生病你怕不怕？啊，张飞说他怕了啊，那这个。那我们生病我们怕不怕？我们很恐怖啊。啊，那个有病啊，到医院检查，哇，也是很恐怖啊。啊，好像要接受医生判刑那个那种心态的啊。那恐怖不恐怖啊？恐怖啦。啊。啊，那恐怖怎么办呢？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不恐怖啦。啊，患本意淫，或有聋盲及阴哑诸根残缺病，相残愿得人天向好生，念我名者皆如意。啊，这是六根不弃，啊，希望得到向好庄严，啊，称念南无观世菩萨也能满愿。十三呢，离不活不，啊，就是活不下去呀，啊，现在人都活不下去呀，他要去自杀了，啊，那也是很恐怖的。啊，那只有念观音菩萨。十四呢，离贫穷怖，贫贱骨肉疏故，啊，那么贫贱啊，那也很恐怖啊。啊，所以贫贱啊，没有人要，啊，但是呢，这个果报啊，过去生没修，啊，这生的果报啊，啊，也不能不受。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了，赶快念观音菩萨，忏悔改过。啊，就能远离了。十五啊，离二道不啊，怕堕三恶道，这个也是我们很担心的啊，怕死的啊。如果没有往生净土，那堕到三恶道怎么办呢？啊，所以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呢，可以不堕三恶道。
啊，所以这个如是之人念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菩萨呢，会满大家的愿望，啊，满大家的愿。所以我们要常常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得无量苦啊，灭无量罪啊，啊得苦灭罪啊，称念啊菩萨圣号，就能得苦灭罪啊。不但自己念啊，也要常常啊劝人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祖师有一篇文章啊，这是普劝全球同念观世音菩萨啊，这样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啊，我们也是需要去推广啊，推广这一章这一篇啊。印光祖师当时提出劝全球的人类啊同念观音菩萨呢，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战争啊，的天灾人祸了。啊，那战争已经很残酷了，那再加上啊，其他的一些灾害，啊，地震啦、啊、火灾啦、啊、水灾啦、啊、干旱啦、啊、饥馑啦、啊、瘟疫啦、啊、传染病啦、啊，这个一战争啊，这些都跟着来。啊，真的是。祸不单行啊，这个灾祸的连续的啊，现在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乱啊。你看最近这个斯里兰卡又是一个恐怖事件。那三月份呢，三月十五号我到澳洲，那天晚上吞巴市长请吃饭啊，那我跟悟行师去了啊，去参加这个给市长请客。啊，那市长还没有吃饭之前就跟我们宣布一个消息，就是纽西兰啊有一个澳洲28岁的年轻人拿个枪啊到一个清真寺，伊斯兰教的啊，有200多人在里面祈祷啊，那个年轻人就疯狂扫射，现场打死50个人啊，受伤有50个人啊，所以那个也很震惊全世界的。那最近斯里兰卡到昨天，我听说好像有8起啊，好像天主教堂啊、基督教堂爆炸案，这个死了350多个人啊，350几个人。那现在听说有查出来啊，好像也是这些比较极端分子所为的啊，这个。宗教跟宗教的对立冲突，族群跟族群的对立冲突，那这个真是冤冤相报啊！啊，真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些很难很难化解，这种冤仇那种怨恨啊，很难很难化解的啊！那你说先，你是扫射清真寺，他来炸你的教堂啊？你说这个？这个不是那个三月发生的事情，这个是这个四月上个月的事情，那也不过一个多月啊。那这个后续呢？啊，那又不会又报复回去呢？这个我们都不敢讲。所以这些都是引发世界大战那种大灾难的一个导火线了。因此我们劳上大慈大悲，年纪这么大了，还到巴黎联合国教官组织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救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人跟人的冲突啊，那不是科技能解决的啦。只有靠教育啊，而且不是现代那个外国的教育啊，是要靠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这个21世纪啊，这个社会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
以及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呢，这些冲突啊、灾难啊才能化解啊。如果不提倡这个，无解啊，只是会越来越不和平，灾难越来越多啊，最终啊引起世界大战，大家同归于尽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代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大家不觉得吗？啊，我感触是很需要观音菩萨啊。因此啊，我们大家都要发心啊，多劝人啊，跟你有缘、你认识的，多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劝人啊，戒杀吃素啦、啊，放生啦、啊，多做好事。多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我们就得无量福啊！也希望人人都能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有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往生佛国，那什么问题通通解决了啊！如果不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个问题啊，始终还是存在。啊，所以要彻底究竟解决这些苦难、这些问题，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往生极乐世界。啊，也欠人啊，人人都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没有了，这些灾难什么都没有了。啊，有享不尽的快乐，叫极乐。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做三十七念啊，啊。这个每一场每一次都要念三部弥陀经啊，这个经文啊我们都很熟悉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就请大家呢这个发心啊，等一下念回向偈啊，给我深究啊，回向回向啊，啊愿以此功德回向潘应义啊，啊，就是潘三点水的潘，应就是应该的应啊，一个金字旁再一个玉啊。好，感谢大家，阿弥陀佛。